弥勒菩萨又问了慈氏菩萨话本是真，所居菩萨远生于真，内思外生，乃至未得生生亲啊，所有作意当能何等啊？我问得很厉害啊。他问说：“好，我懂了。那是这样啊，老师啊，他说有些修大乘的菩萨们远生为证，当然都是内生啊，做功夫啊，内思为生啊，为证，内思为生，到了内在的思想了，乃至未得生生称啊，但是他达不到定的真感。”坐在那里屁股还摇摆，身体不清灵啊，心里不安详，烦死了啊，就功夫初步也有啊，乃至未得生生所有注意，可是他有些有信仰决心的，硬要坐下去给老子给你痛死去，也有这样啊，当面或者这样算什么，应该算上，佛告慈氏菩萨念：“善男子，非色目他作意，是随从色目他圣者相应作意，他绝不叫做得子了。啊，实在在打坐，你要看到很多和尚、很多修行人，在家人在禅堂打坐，一边打坐一边在那，嗯。”一笑，然后看到这个和尚拿包子来了，这样都完了，他就问了啊，那、这个佛告的善男子，对，他们还在辛苦那里用功，实在像。非什么他就知道了，没有得子啊，一点定力都没有得子啊，但是不能说他不想好路上走啊，这叫做是，就是这古文叫是，就是这个是随从什么他胜在相应，总算下好身向修止这个方向路上走了啊，是这样啊，他答复了弥勒菩萨这个话，弥勒菩萨不答应，这一根往上拉底的是这样啊，他说哇，如诸菩萨乃至未得生生称啊，与于所思所有诸法内三昧的受愿影像作意所为，于是作意当面佛，他就好了，那我懂了，知懂了。但是有些初修的菩萨，菩萨是统称，不管在家出家了啊，乃至未得生生称啊，生理心理两样都不安详，能与所思，所有佛法他理论都懂，也照样在用功，三昧的殊愿影像，比如观阿弥陀佛、观众的菩萨。观世音都的影像也有，有些喇嘛专门修观的，念咒子也念得好啊，行了，那一边的那么这个馒头太小了，那么阿弥陀佛，不晓得晚上吃牛肉啊，吃萝卜啊，那么啊，这样啊，也是他也在修，修了几十年啊。他说三昧的所缘的影像就以思维，你不能说他不能说，他说举实作意，这样正感叫什么呢？善男子，佛的答复，这也非八并不是这个，不要叫这不是观了，不是正观，是随从毗婆刹那胜在相应作意接正了，也对，不能说不对，他功夫没有够可怜的，可是也得下得，等于我们学跑步，两个腿都走不动，慢慢跑，也不能说不是跑步啊，
你不能说我两个腿走不动在跑步，不算跑步，这是不合逻辑的，这个叫水从碧波山呢，肾盖肾。好，这个大圆的答复了，慈氏菩萨我不要是真，虽莫他道与必白说那道，当年有一，当年无一。问题来了，逻辑都来了，思维。弥勒菩萨对觉问：修止跟修观，这是两个事情，两个境界，两个量，两个范围，是一个是同还是不同？佛告慈氏菩萨：善男子，他说你问得好，当年非有一，非无一，他不能说是一样。止跟观不能说是一样，也不能说两样。何故非有一呢？为什么说不两样呢？以毗波沙那所缘正身为所缘故。他说为什么不两样？不是两样，因为修观的人，譬如我观呼吸，粗细知细长知细短知细长短因为观这个毗波所观的整个所缘的整身，你心含在这上面，不过散乱而已了，也可以说它也有一点止在这个上面，不算大止啊，有一点像止了上面。何故非无意呢？说嘛这么说，这个没有两样，有分别印象，非说远不，因为他心还在散乱中间嘛，他的有分别心的印象正在里头，所以讲他不一样，不两样，所以两样不两样，他都答复了，这都很精美的逻辑，精美的文字，所以说这些佛经你读来。你会懂得逻辑了，这叫科学头脑，思想分析得非常清，非常清楚，你一点逃不了。不然，你这样弄了，可以做大法官了，做大就说逻辑分别很清楚，所以真要说逻辑，有个人很清楚，毛泽东，你看毛泽东自己讲，他的子女有一天回来了，我在台湾看到那个资料。多年做外语学校的，他说你进来在干什么？他说我在学校上课，外语时候他学翻译嘛，你学翻译，你看佛经没有？他说什么啊？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，怎么看佛经了？毛泽东笑了，你不看佛经，你还懂得翻译吗？你瞧，我这个话不是乱讲。他很清楚，所以你看佛经的逻辑翻译都清楚。那么慈氏菩萨佛百佛念，再起来讲是真，诸毗波沙那三摩地所行影像，比如此生当年有意，当年无意呢？来了啊，问题正一正了。修行打坐修行的呢，我们现在拿我们的话讲啊，譬如他心中或者观一个菩萨，或者修道家的人，他收一口气在心里的身体里的转来转去，或者我们修禅宗的那知息长知息短，同样的不管你那个就毗波沙那三摩地修行影像，观气也好，观佛像也好，观咒语也好，都是影像。比如此生，这个影像，你人做的嘛，意识心造的，都你心，心意识一样，同一个东西，还是无异，不一样呢？还是一样，还是不一样？佛告之善男子，当年无疑，
第一代先告诉你不一样，没有两样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呢？有比影像为是实果。一切影像不是心，是心起的意象面的实。什么叫实？为实的实。哎，注意我手里这个是什么？电筒，里头有没有电？有电，有电池。这个阿赖耶，那个电池。啊，阿赖耶这个是身，心。这个中间的电池，意。现在有没有量？就是实，心意识叫量。实是心意识的活化，可是一切世界的活动都是为实所变，懂了吧？你这为实，你两位为实的委员，啊？他说所以没有两样，心跟影像没有两样，影像的为实所变，何以故？有比影像为实实果。所以你打坐坐着做功夫，功夫再好也就是披着你练拳练出去啊，我们这个练太极拳的啊，你们或者练少林八段，这个气布满了全身，那个是那个动念，我要这个气来，那个意心意识啊，但这个啊，有比影像为是实果，就刚才讲到这一句，对不对？啊，善男子，我说实所愿为实所现，所以这个影像在你身各种正盖，比如你看到你们男孩子看到个女孩子漂亮。心里念念不忘，即使想想他思他，女孩子看到男孩子也是一样，啊啊！我说实所愿为实所现过，乃至梦中还梦到。是真，如彼所行影响即于此生无有已在，因何此生还见此生？哎，他问得好了。他说你说是一个，那么我请问佛啊，所行的影像，譬如我们读书读了会背来，背来的是什么影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影像与心是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刚才佛说一个嘛哈。那弥勒菩萨，哎，此心还见此心。你老人家平常说心不见心嘛，心是看不见的，实不见实，为什么此心还要见到此心？心不可见的嘛，心不见心，啊，无相无体。他善男子啊，此中无有小法能见少法，在即此生即是生死，即有即是影像显现。哈，他说你问得好，真空妙有。哈，这个影像是心变的，心不能解身，见到影像即解此身。哈。所以这里我们讲的禅宗岔过来，我来说一句，所以百丈禅师刚刚开悟了以后，他的老师马祖向堂说法，古代那个讲经的法台子很高的，坐在上面，上面有个半个竹帘子挂下来，百丈禅师徒弟手座弟子四在，要把师父这个帘子拉起来。大和尚
开始说话，所以百丈禅师一开悟，第二天马祖深度的时候，百丈禅师过来的，把帘子一拉，拉了一把，哗嗒放下了。马祖一看不说话，也吓住了，进去了，都不说，没有骂他不对，因为他晓得他。马祖登到房间，当时打坐这样，百丈也过来，站在旁边。马祖晓得他来了啊，这个很精彩的表演，这是禅宗，不是普通禅话头了。马祖看到他来了，但。把眼睛歪出来看他一样一眼，百丈也看到师父歪出来看一眼，百丈就过去把那强果拿来，那个鸡毛大酒服情了，马尾做的拿过来，你拿过来，百马就嘿，他就放回去，我讲的不详细啊，这个中间他也拿过来，即此用，离此用。这一段公案，你们古道等一下说给你听，你翻开再说，很精彩。这个地方即此用，离此用，《楞严经》上讲，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。我岔过来再跟你说，这样解释的清楚。他问。他既然影像就是他此生还借此行了，我差过来跟你们说了，把你们思想引开，又把那归起来容易懂。还善男子，此中无有小法能解小法，即此用离此用，就是这个东西心给实了。然即此生如是生，即有如是影像，当你念头一动，影像就出来了，所以你思想就背书，有思想就有影像出来。善男子，只一善啊，只一善用清净正念以知微远，还债本质。你说此生还借此生吗？他这个道理，就等于你拿一个很漂亮干净一副镜子。哪叫前面一看，就要我的面孔正确了？一正，带子正确，带这个假带子有这个印象，正直心里就出现了。那完全本质，论我与正介于印象，则为离执别有所生印象。谢谢，即使此生生死。相思有意三目的属性印象谢谢，所以你要懂得啊，等你定正在止观的时候，收止观的时候，这个影像清净的影像，或者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出现的时候，离止别有属性，离开那个本质以后，有一个独影正在的虚无的影像也会出现，所以你要懂此生生的时候，相似差不多，懂修定的这个三摩地所行影像，所以你修行到定境就会呈现出来。因此，有些人打坐，看到佛啊、菩萨什么就呈现，因为你心中有这个东西，下意识的你呈现了。并不是真的什么鬼啊、神啊、佛啊、菩萨来看你，你搞清楚啊。那么是真啊，所具有经自性而具色等心所性影响，比喻此生也为好。这一层更厉害了，他说：“那我问，请问，所具有情，有情就是人，一切众生。”自身而居无愿，死生等所行影像，
他的自性性的本能时时抓住就执着了，所以色声等所行影响，这个色声哦不是性的性哦，色声包括身体的唯物的色法地水火风空啊，像我们头脑里头行平常的思想色声所行影，必与此行也无异，懂本体的心没有差别吗？他问这个问题，他虽然是也无有异，也没有两样，差不多一样。而知女夫有颠倒着与之影像，不能知于是之为是是着颠倒者，他都是为识所变，心意识所变化，可是一般反复看不清楚，认为有个真实的，有些人乃至做了梦，明明是个梦，所以常常有些人来说，老师啊，我要做个梦给你，你说什么意思？我就笑，你太聪明，何必跟我说这样？大家不懂我这句话，做梦来问老师啊，我有个梦不懂啊，我问你，我说你太聪明，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这句话他一问我骂他，我是骂他，这句话就骂骂的，啊，哈，有个古文痴人在说梦嘛，哈哈，对不对？后来问梦，不是出现什么吗？对了，有一切反复颠倒的影像，不能与实实之不切的，为之实就颠倒者，一切该是心理识所变的，好吧？先讲到这里，我累了，你们自己去念都。我带领大家读一段，啊。也讲到止观、大止观等修定慧的差别，所以这一切学问都很深，随便抽一天出来讲，因为我们的时间都很有限啊。你们自己回去看看呢、啊，《大藏经》都在啊。你们我看这几位读书年成长都博士的，我们背后。大家还赞叹你两个很会读书啊，青年成赶快读，这个里头科学的、哲学的、宗教学问多得很。你看佛经的组织非常严密，逻辑之清楚啊，一般人不读，买了放在哪里给穷读，给书虫去读都可惜啊。好啊，先休息一下做吗？所以我说念一段给你们做个参考，因为我是大佛慧行师的止观定慧差别，也不是专门大佛大顺便带出来了。